回到我们的周末单元时间，用心顾健康。一开始要来看到的是，我们常常听到说水喝得不够对身体其实是很不好的。那您知道吗？如果水喝得太多，也会出现所谓水中毒的现象。这个在医学上面叫做低血钠症，也就是说，当我们人体内的水分摄取太多的时候，会导致血液当中的钠离子浓度降低。在严重的时候呢，就会导致肺积水，还有四肢水肿，甚至是意识不清。因此医师建议呢，在年纪比较大的肾脏病患身上一定要特别注意。运动后大量喝水很痛快，但如果体内水分摄取过多，会导致血液中钠离子浓度降低，出现低血钠症。泌尿科医师分享，一名患者一天水分摄取量超过6800cc， 超标三倍，造成长期头昏、频尿、下肢肿胀。由于水分会往细胞内移动，进而造成细胞肿胀，俗称水中毒。水分太多，让血液里面的相对钠离子太低，变成低钠。低钠呢，造成有一些症状，比如说会意识不清晰啊、模糊啊。医生表示，很多人认为喝水能够促进新陈代谢是一件好事，事实上这个观念不见得一定正确。有一些族群不适合喝太多的水，例如说心衰竭的病人，或是肝硬化腹水的病人，有一些年纪太大虚弱的病人，我们也不建议喝太多的水。另外，在我们泌尿科如果有射护腺肥大、膀胱过动症的人，如果水喝得太多、太急、太快，也会造成排尿的障碍。医师指出，口渴了一定要喝水补充水分，不渴又想补充水分，该怎么喝呢？小口小口，慢慢的喝。一般我们建议一小时不要超过100cc， 这样子身体才能够真正的把水分留住，能够确实的吸收水分。医师提醒，一般人喝水量每天约1500cc 就够了，也必须考虑流汗量与天气冷热而定。八大新闻时钟人综合报道。随着现在时间进入秋天，很多民众呢在换季的时候特别容易偏头痛发作。研究就指出，在国内有超过200万人是有偏头痛的症状。那这些病患呢，多数会自己购买止痛药来服用。医师就点出说，止痛药吃的太多，恐怕药效会大不如前，所以应该要先找出引发偏头痛的原因，才可以对症下药。原本完全没有不舒服，下一秒钟突然感觉太阳穴开始抽痛，原来偏头痛又发作了。国内高达200万人有偏头痛的症状，但当中70%不知道原因，只是胡乱的吃止痛药。医师警告，这样会让止痛药的药效越来越弱。生活环境压力当然大家都知道很忙碌，然后就是睡眠没睡得很好，那也许都睡得很短，它就引发很多的神经的敏感问题，神经敏感问题就会引发很多的头痛。要先找到引发自身偏头痛的原因。国内的偏头痛好发在女性，可能和雌激素有关系，通常在20岁到60岁之间容易发作，主要是因为脑部的神经、血管还有化学物质交互作用，引发血管快速的收缩扩张，导致搏动性的疼痛。这个时候乱吃止痛药不但没有用，还会延误治疗。同时，如果止痛药跟部分的保健食品一起服用，还会让不舒服的症状加剧。保健品像 Q10 跟鱼油，其实民众也蛮喜欢吃的一个保健品，尽量就是说也不要跟布洛芬一起吃，你可能那几天最好也是停药的话会比较好。不管是医师还是药师都建议要先找到偏头痛的原因，千万别用止痛药治标不治本，反而延误就医。八大新闻和平李松元采访报道。在新北市有一名70岁的妇人，她到朋友家去打麻将，结果胡了好几圈，准备要听牌的时候，却疑似因为太亢奋了失去呼吸心跳。送医之后，医师诊断这叫做心碎症候群。这一种心碎症候群，它通常会出现在有剧烈的情绪波动之下。幸好当时跟他一起打牌的牌友第一时间帮他做了 CPR 急救，才让他捡回一命。好友相约打麻将，突然心情比胡牌还激动。趴在桌子上一秒，一名70岁妇人突然倒下，没有呼吸心跳。4分钟后，救护人员到场，接力电击，濒死式呼吸哦，继续摇，电击3次，再注入强心针，昏迷12分钟，妇人终于苏醒。想不到一如往常打牌，竟然差点在牌桌上丧命。太听牌的就有点紧张啊，就这样。可是我那种感觉不出来会很
很像气喘啊。周姓妇人送医后，检查冠状动脉没有问题，不是心肌梗塞，医师诊断是少见的心碎症候群。左心室尖端罢工不收缩，患者才会感到喘，严重则出现致命性心律不整。一个心脏科医生可能一年会遇到一两个，哦，那他其实大部分的预后还不错。虽然妇人没有心脏病史，但准备要听牌时，疑似情绪太亢奋，才会心脏受不了，直接倒地。从昏倒时紧握的牌看出端倪。他的牌友就说连胡了很多把，然后就倒下去了。然后那时候把他手摊出来的时候，就看到拿着一张牌。现在重获新生，体内植入去颤器，随身携带的 AED 机器侦测到危险，就会自动去颤，让心跳恢复正常。朋友还在约我11月份继续这样子。以后不再怕危机，大家也要小心，胡牌太开心。八大新闻综合报道。您有听过所谓的黄昏症候群吗？顾名思义，这一种状况经常出现在傍晚，不过也会出现在睡前还有早上刚起床的时候。它是发生在当我们的意识处于一种比较混乱的状态，容易发生在长者的身上，而目前呢，它的发生原因还不明确，可能是因为昼夜的节律被打乱，因此在白天就没有办法分泌足够的血清素，严重的时候会导致情绪跟精神的不稳定。比较年纪大的长者容易在傍晚日落的时候会有躁动、情绪亢奋或者是忧郁等现象，发生的比例在失智症的患者大概是10%到20%左右。在失智的老人的话，有时候在某一些的时间点，他可能会意识稍微比较混乱，或是认知的话会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个变化，那情绪行为的控制的话也有可能会变得比较难以掌控这样子。医生表示，这种错乱现象不见得是黄昏之后就会发现，有的时候在日间也会发现，它有可能是患者因为表达的问题没有办法马上把身体不舒服的地方讲出来，在季节交替时也较容易发生。会建议可以到长照2.0一些相关的失智的日间的照顾机构，去让他们上课，做一些人际的互动或和体能活动的安排，那借由这些方式可以让长辈的日落症候群改善。其实这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行为的总称，指的是在傍晚或夜晚来临时，甚至可能在白天，患者出现行为及意识上的混乱，可能原因来自失智症患者由于脑部产生病变、大脑衰退或对环境认知功能退化造成。因为白天就是没有办法有很适当的活动的安排，可能就是比较没有社交，也比较没有这个体能的活动，然后缺乏日照，所以他会有很多不好的睡眠的形态。医师提醒，照顾黄昏症候群患者就像照顾小孩子一样，可以多给些乐趣转移注意力，对照顾者来说十分辛苦，需要相当大的爱心及耐心，而照顾的家属务必寻求专业协助。八大新闻时钟人综合报道。乳癌是国内妇女癌症发生率的第一名，而且近年来呢发生了年轻化趋势，其实也很明显，很多年轻女星都因为乳癌病逝，包括歌手朱丽静还有阿桑。这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没有及早发现，加上年轻女性比较容易转移，扩散速度也很快。我们带您来看到一份数据，这是卫福部最新的癌症登记报告，在10年台湾新确诊的17000多名乳癌患者当中呢，年龄不到50岁的个案竟然高达32%。那医生叫我做什么，我就赶快去，然后赶快去排。谈笑风生，自信开口。今年48岁的林女士跟大家分享乳癌经历，完全看不出来，在2009年确诊的她，长达10年好不容易停药，前年乳癌细胞却转移在眼睛旁边复发。我第一次乳癌的时候，我觉得是太晚发现，淋巴被切了好几颗，所以我的左手不能提重，我不能打针，不能晒太阳，不能被蚊虫咬。根据统计，台湾109年确诊乳癌有1.7万人，是女性罹癌首位。另外有32%年龄都小于50岁，其中9%处于第四期。而且如果病因是荷尔蒙阳性，过半数治疗5到10年后都会复发，需要定期做基因检测。当然，如果说当发生的时候，就要积极跟医生做一个配合，因为我们会提供一个很好一个个人化的
的精准治疗。医疗的不断进展下，我们可以达到很好的一个这个治愈率、存活率，跟我们病人都可以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医师就表示，其实现在治疗乳癌的方式有很多种，像是手术治疗、化学治疗和免疫治疗，还有荷尔蒙治疗和现在比较好的标靶药物都能够有效控制。我觉得女孩子最害怕的就是头发掉嘛，那你现在看，我已经服用了两年了，头发还在。恢复之后，连心情都跟着好起来。维持好心情，不只是癌友需要的挑战，更是期望借由新的药物都能够战胜乳癌，重回新的人生。八九零文章凯毅台北采报道。锁定八大民生新闻，记得按小铃铛哦。